但系 B B 就真系日日夜都会好需要你噶嘛，又要你抱啦，又要你喂奶啦，好多时候咧，我哋都要摆好多时间咧照顾 B B。咁你要预咗，你以前未生之前，可能你都系一个自我中心嘅人，为咗自己。但系而家生完之后咧，你就为 B B 噶啦。咁所以最大嘅改变就系、是你会摆佢喺你嘅考虑之先啦。亦都更加学识咗就系话，我哋要珍惜一家人嘅时间。